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城有道学堂。这次课呢，咱们继续来学习《足太阳膀胱经》上的背腧穴。之前咱们已经学习了第一个背腧穴，就是肺腧。那第二个背腧穴呢，就是心腧啊。心腧呢，它和肺腧一样啊，也是一个背腧穴，但是呢，它是心之背腧穴。那从它的这个名称上就能看出来了啊。是心这一脏之气输注于背部的地方，当然可以治疗心的很多问题。首先，还是来看一下心腧穴的定位，它位于第五胸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 1.5 寸啊。大家注意啊，肺腧是第三胸椎棘突，那心腧呢，在它直下隔了一个棘突啊，隔了一个胸椎，是在第五胸椎棘突下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给大家找一下心腧穴的位置。接下来给大家找一下心腧穴的位置。心腧呢，它就在肺腧直下，肺腧呢是在第三胸椎棘突下。心腧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它是位于第五胸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 1.5 寸。那第五胸椎棘突还是用之前的找风门啊和肺腧的方法一样啊，大家先找到第七颈椎棘突。然后呢，在后正中线这个脊柱棘突上，大家朝下数啊，这个明显的凸起呢，一个个的凸起呢，就是指的这个棘突啊。找到第五胸椎棘突啊，然后它的下方这个凹陷的地方呢，就是第五胸椎棘突下，然后后正中线旁开1.5寸，1.5寸还是根据肩胛骨内侧端距离后正中线是3寸，那其中的一半就是1.5寸，所以这个点就是咱们要找的心腧穴。接下来呢，咱们来学习一下心腧穴的主治作用。首先呢，心腧它可以治疗心痛、惊悸、失眠、健忘、梦遗。其实这些呢，心痛、惊悸、失眠和健忘呢，经常和人体的这个心这一脏有关系啊，因为心主血，另外呢，心还主神啊，和人体的这个精神、意识、思维都有密切关系啊，所以可以治疗这一类病症。另外呢，心腧还可以治疗梦遗，这个呢是心腧穴一个比较特殊的治疗作用，因为梦遗呢，咱们说它其实是生殖系统的一个病症啊，但是呢，经常也可以从心论治啊，比如说呢，因为这个劳心过度啊，劳心过度，这个心火、心阴虚造成心阴虚、阴血亏虚呢，心火呢不能下济于肾水啊，有可能造成这个心肾不交这种情况啊。本来应该是水火既济，心肾相交，但是因为这个劳心过度呢，造成这个心肾不交。那心肾不交呢，有可能就会扰动经室啊，发生梦遗这种情况啊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当然是可以从心论治啊。那心腧呢，作为心之背腧穴，当然可以治疗因为心这一脏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啊。第二个呢，心腧呢可以治疗咳嗽、卡血和盗汗啊。首先，咱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心腧穴可以治疗咳嗽。咳嗽呢，咱们一般印象中啊，会首先把它归于肺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在《黄帝内经》中也有一句话啊，就是五脏六腑皆令人咳，非独肺也啊。就是发生咳嗽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肺啊，有的时候也可以因为其他脏腑，比如说也有可能是因为心这一脏啊。因为心这一脏呢，因为这个心和肺啊，咱们说从位置上来说呢，它们俩都是居于人体的上焦，而且呢，心主血，肺主气。那心肺之间的关系啊，经常可以往往就是从气血之间的关系来归纳，而且呢，肺还有个功能呢，肺朝百脉，所以心主血的这个功能呢，经常也有赖于肺朝百脉啊，所以呢，这两个脏是相互依存的，相互影响的啊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心阴血亏虚，可能就会扰动于肺啊，发生这个咳嗽啊。或者是心火，心火犯肺，或者甚至是心血瘀阻啊，都可能会影响肺而发生咳嗽这个病症。
另外呢，还可能出现卡血啊。卡血呢，因为心主血啊，心主血有一种情况啊，比如说是劳心过度啊，心血暗耗，阴虚火旺。那阴虚火旺呢，会破血妄行，这个血溢于脉外，会发生卡血这种情况。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，因为各种原因所导致的心脾两虚啊，于是出现这种气虚的情况。气呢本身能够摄血，那气虚呢导致它这个摄血功能不够，那会发生什么呀？血呢也会于溢出脉外，也会出现出血一类病症啊，也有可能会出现卡血啊。还有心枢呢还可以治疗盗汗啊，出汗异常这类病症。这个咱们说呢，汗为心之液，汗本身啊和心就有密切关系啊。有的时候心血不足啊，各种原因导致的心血不足，血不养心啊，那导致这个汗出过多，出现盗汗这种情况啊。所以呢，心枢穴呢可以治疗咳嗽啊、卡血啊、盗汗呀、这些病症。心枢呢可以治疗的最后一个病呢叫做癫痫啊，也叫做痫病啊，就是中医内科中经常把它称为痫病，也就是咱们俗称的羊角风。那这一类病人啊，他们发作的时候呢经常有意志昏迷，然后倒地不起，口吐白沫，脚红反张啊，所以呢这个表现的一大特点就是神志的问题啊，神志的问题。所以经常咱们也可以从心论治，因为心藏神啊，心藏神，狭义的神呢就是指的人体的精神意识思维这一些啊。所以心枢呢也可以治疗癫痫这个病症。好，以上就是关于心枢穴的主治作用。那最后呢还是关于它的操作，操作上和咱们讲过的风门肺枢一样啊，心枢它也是位于肺之头影区，所以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角度和深度，不能刺伤肺脏。一般也是采用斜刺，一般采用针尖向内，也就是朝向脊柱这个方向，斜刺 0.5 到 0.8 寸。然后呢不宜针直刺深刺啊，以保证这个针刺的安全性，以免伤及肺脏。好，今天呢咱们从心枢的定位、主治和操作学习了一下。这个主治呢都是围绕着心的一些病症啊，因为它是心之背腧穴。操作呢还是和之前的风门肺枢一样，注意针刺安全性，以免伤及肺脏。那今天这次课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次课再见。